儒写的比较轻盈啊，就行书动作比较多。也因为如此啊，就很多地方交错，这个地方交错，加上弧度压下来。等等，点画印带，斜度，斜度，顺时下来，带起来，点，再带下去，等，记在这里，赵孟俯写的略小了一点哦，跟隔壁的字来比。因为笔画多啊，所以他不自觉就会把它写小一点，怕挤不进去。好，那密上面的缝隙都不要大，否则一定挤不进去。所谓缝隙不要大，这白色的面积尽量缩小，不然到时候挤不进去，谁也没办法。加一点弧度，金。金撇，撇捺，它的捺，其实在这里看起来都不是很标准的捺，哦，只是一种意识到的这种捺。金，可，重按轻提，加一点弧度，点，你得腰身侧一下，勾起来。日，拜托写小一点，笔画非常非常的少，可以写结实一点，不要把它写大，这个字写大就完了，因为空隙就会变大。讲还是要左高右低啊，然后左边的偏旁基本上会有点斜度，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，左高右略低。那这三个就平均分配，但是长短要越来越怎样，越来越长。这个凹往外凹出去，再往右下角捞出去。注意间距，上面有间距，间距，注意间距，让它均匀呢、啊。赵孟俯的间距其实非常的准确。妙妙。女写的比较小，这样的少才有空间去做伸展，然后少写的比较重，尤其这个撇，这个撇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写的太长了点啊，太长了点。